德伦彻七月初宣布复出，两个月后他就为新东家破门了。和以第四轮鹿特丹斯巴达2-0战胜 FC 埃因霍温，德伦彻为球队首开纪录。此前31岁的他已经阔别足坛两年之久。第70分钟德伦特曾吃到黄牌，但4分钟后他就插上了球，禁区内小角度爆射破门，帮助球队1-0领先。随后欧沙亚再下一城，鹿特丹主场2-0获胜，暂列可以第五名。德伦特曾在2007年欧青赛荣膺 MVP， 随后他加盟皇马，又陆续效力赫莱库斯、埃弗顿、雷丁和埃利西耶体育等队。2016年德伦特宣布对足球失去激情，退役成为了一名歌手。今夏他选择复出，通过视讯加盟了可以鹿特丹斯巴达。